右听牌。好，请把牌立起来。好，郭士伦，猜中不要猜？第一次猜3万哦。打一。如果有要猜，请按铃。猜看好了。好。36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36万啊？因为他刚刚的条子一条打掉，二条出来，他那边是5张的牌，就代表说他可能那边是听万子的。跟我们牌的是万筒条，可是万筒条，就条子是最后面，所以前面也有可能是筒子，但前面也有可能是筒子啊。我觉得他有打筒子出来，所以我觉得他筒子。所以你觉得要36万？因为没打过什么万子啊，36万，害我配分，请摸牌，来，请摸牌。哪个要猜？好像很有把握的感觉。五秒。五。哎，不用，我要，我等一下啊。先来分析一下。啊，这个牌呢，他很早打一张7万，在这边打的。嗯。所以他只有2张万子。嗯。啊，除非他这个万子当将。嗯。啊，这牌呢，在我手里面呢，大万子是不太可能。小万子，你猜了36万。对不对？这牌不是两头就是独挺。嗯。所以哪个比较不一样？他先把为什么先讲出来。对啊。再讲答案，不能含糊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记错答。考二万。考二万。好尖哦，请摸牌还是要吃？还是什么？还是要吃啊？还是不吃？6万，我看打6万了。对，七，四万也不要，我想故意放他炮的。北风。第二次我们有提示，猜，但是提示其实也不用提示了。有没有要猜？猜，有人要猜，请按铃。猜对2万，不猜，不能猜，那抓。猜，好。3万，为什么？本来他往小万子猜，因为我猜的是小万子，他下了很早下了7万嘛，嗯，他在这边下了7万嘛，所以这边就是6、5、4、3、2、1嘛，嗯，对不对？6万不太可能了，对，好，刚刚我还猜了一个2万，好，2、5万、3、6万、1、4万，所以我故意打个4万，很明显，所以我就小万子没有，那1万不太可能，嗯。所以我猜3万，我刚猜2万，再猜3万，卡3万，耶！哎呀，谁跟我讲的很明显呢？我猜已经分析出来了，明显了。你随便猜个小万子都要。没有，我刚才想说，我要猜小万子，可是我发现你已经分析出来了。来，把你牌倒下。气死我！他7万好早就打了，对，就剩这2张了。本来是没有万子，都分析出来了。哎，你也是3万。对啊，哎，你干嘛不猜一下？他还没听，我没听啊。我觉得你真的可以猜。对啊，你不猜哪个也会猜呀。太好了啊！因为很怕到万子当将，然后是到别的卦，听别的卦。位置对不对？卡三。我本来想猜对啊，当将。你应该猜的。万子当将，谁当将？浪费啊！谁当将？谁万子当将？我说那2张如果可能会变成一对。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所以难讲啊。那我们只是猜的厉害啊。好了。加码没办法，还2万9，把它打回原形，是不是对决？3条1。是不是对决？
九，哎，如果能够守住的话，啊，糊了我，哇塞，不得了了。2万9，2万9，八万一，啊，八万七，八万七，耶，胡奶哥，胡奶哥，可能吗？可能，这就好了，非常好，要有信心，那就对了，有自信，派谁来？我，我也觉得，哎，你们完全没有讨论，没有讨论啊，没有讨论，没有讨论啊，我，那谁说要上家？都可以，看你啊，我们要你，哪个做对的？做上家。人生就是一场赌局，三家打不是打自己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是一个团队。像我们讲那一把牌，如果欧杜拉斯早打万子的话，对，一条抓卡，这么厉害。七早八早打个六七比他碰，哇塞，一开始牌超好的啊，超好，对啊，是这样，一三条是这样子，然后一个红中，然后一个六，对啊，想先给他吃，你红中已经碰了，所以我想说先打六饼给他吃啊，又一上听啊，结果我们晚打六饼又没听，他一开始六七比他头都晕了，真的，哎呀，恭喜2万9。